小云云，哎呀，你怎么在床稿这里啊？我几天都不见你，故意躲着我了，是不是？哎呀，哪里故意躲着？我天天在这里等，今天终于等到你了。我从里面那里路去那边去卖金瓜莲藕啊！故意躲着我从里面去？没有呢，你怎么在这里干嘛呢？要吃香蕉。也就一个，我这里有油啊，你要不要吃？给个莲藕送到我家好不好？金瓜不是莲藕。可以啊。这个美莲藕啊，送到我家去。行啊。走不走？走啊，走走。我走路吧。在后面啊。送进来哦，快煮好了走啊！煮好啊，煮好了，等一下。我挑一个最大的给你啊。可以。还烧不烧钱？这么快，真的是。有人在这里去烧钱啊，没有人。进去，没有人的话，那个是的。哦。放在那个台子那里吧。哎，等一下你。干嘛？在等你要再找咯。就是你啊！我等你好几天了，都没看到你。我顺便吹一下空调了，我开好了。我每天都开空调在那里等你。吹吹呀！快点来，卖吧卖个屁！是舒服啊，这空调。哎呀，今天外面啊很闷热啊，要下雨了。几天你不来，都不觉得热了。啊，你捡个虫，这是要做生意啊！回去吃啊，大公鸡是不是故意躲着我？哎呀，大公鸡差不多吃完了。吃完了，再吹一下。差不多了，人家看见我车在那不好啊。哎，走了。你看这车停在这里。好像没什么客人在路边走，还吹啊！哎，吹一下，快点！哎，看一下去，看人看什么？快点，让人家看到你。这几天好累的，没吹空调，怎么没吹？你说那公鸡怎么消化？那天累，真的是几天都没看到你了，还累，干什么去了？没有啊，这几天都是卖金瓜莲藕啊。卖金瓜莲藕会累啊？哎呀，真不累了，不算要去摘冬瓜，就跑来那里跑啊，要下去挖。哦，老婆，你老婆不帮你呀？哎呀，不要说他，说他没有兴趣。不要走，差不多了吧？再吹的话，怎样？要过来看见不好了吧？你床大干嘛呀？是你叫大干。完了完了，哎呀！再吹一次，哎呀，不要，再吹一下，哎呀，今天没吹，你再吹了一次吧。太吹了，留了金枪在，不怕没带笑啊。这个二叔公，吃了那公鸡怎么没见效呢？老是吃公鸡也不得啊。那明天吃点那个金瓜，得不得？那金瓜是要拿来卖的。吃一点的话，不舍得吃的。我怕吃了那个金瓜怎样？你家那空调都。受不了啊！空调怎么会受不了？只有你受不了空调。那吹空调的时候越吹越出汗，那空调都干得冒烟了。你在那里跳舞肯定出汗。哎，当然你去卖吧，啰里吧嗦的，真的是吹空调还那么啰嗦。明天你不要在窗口那里等了，你直接在家就得了。我明天我还在那里等，我在家里面来了几天不来一次的。人家看见了，我直接来到这里，我把车停在那边，我再过。煮那个金瓜吃。你不要吃那么多、哦、那个很厉害的吗？咋了？早知道不给要金瓜的吃了，明天又要我吹空调。